来兄弟们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，敲石正蟹，用榔头对着石头敲几下，把螃蟹蒸拥，这样你才敢用手去拿它。有的老铁一进来看在石头底下有螃蟹，二话没说就给小弟一个双击了，而有的老铁不要双击他也会给你，记得加个关注，看我干海子不。